攻读圣约望福音。那时候耶稣说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肯为羊牺牲性命。故工不是牧人，羊群不属于他，他一看见狼来了，就丢下羊群逃跑，狼就找住羊，把羊群驱散。因为这人只是个雇工，并不关心羊群。我是好牧人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，正如我的父认识我，我也认识他一样。因此我愿意为羊牺牲性命。我还有别的羊，不属于这羊栈，我要把他们领来，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。那时将只有一个羊群，属于同一个牧人。父爱我，是因为我愿意牺牲生命，为再取回来。没有人能夺去我的生命，是我自愿交出来的。我有权交出来，也有权取回。这是我从我父领受的使命。上主的话。